下班了，姐。一顿简单的工作。下班了，姐，我来了。哦，这个菜不是帮我浇点汤汁，火爆了吗？啊，我们也是，去帮我浇点汤汁吧，姐。这个勺有点困难，换个勺吧。好。
哇，这浇饭肯定很好吃。嗯。哦，好香啊。好了，谢谢姐。好。来这个吧。干锅小龙虾。哦，小龙虾好。吃过干锅的没有？干锅的没怎么吃过，下次能来点冰镇的姐。OK。冰镇小龙虾。那安排。回锅肉。嗯，这我红烧肉，这个是回锅肉。哦，红烧肉。跟鸽子蛋。哦，鸽子蛋。鹌鹑蛋，鹌鹑蛋。鹌鹑。再来这个青椒炒肉。哦，青椒炒肉，好来一点，整一点。哇，这个好香啊！加豆豉来。吃过这个吗？这是啥？胡辣椒鸡爪。胡辣椒鸡爪。对，这是云贵川的那个。但它也没糊味啊，姐，这个。这个烧糊的辣椒。哇，辣椒好香啊，这个。干锅翅根。翅根好，整点整点。吃这个。哎，姐，绿绿是啥？这个是香菜牛肉包。香菜牛肉包。对，对的。香菜牛肉，来三个可以了，尝尝去。吃的出来香菜的味。我之前没吃过这个，好，糖醋已经今天不吃了，爆爆糖再给我来整两个，姐。哎，哦，这里还有是吧？啊、嗯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就这么。兰花 ，OK， 好。好的，姐，好，谢谢姐。最后配合再一瓶冰可乐，再一顿简单的工作餐。下班了，姐，我来了。下班了，姐，我来了。好嘞，给你来一个，这个是脆椒牛肉。脆椒牛肉，对，这个老好吃了呢。哇，这牛肉是坚固的，姐。大颗牛肉里，这牛腩。好，再来点脆椒吧。好的。哇，姐，我看到龙虾了。龙虾。昨天这龙虾怪好吃的。龙虾就是好吃。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可以。龙虾刚上新的。这是哦，排骨吗？这是姐。这是这个，对，这是盐焗排骨，你吃过吗？这个老好吃的呢。可以，这个的排骨，哇，这紫排啊是。对，再来这个。天哪，老干妈鸡翅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姐再帮我来一个吧，鸡翅。哇，这肯定刚刚下饭这。对，你看这个像不像茶叶蛋？啊，可以可以，这鸡腿来一个就好了。好，这鸡腿，嗯。凉拌鸡蛋干。好的，鸡蛋干来。哎，这是什么姐？盘子。哦，好，这来一个就好了。再来一个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说来一个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姐。盘子里鸡再来一点吧，姐。好嘞。怪想吃的，毛豆给我。给我盖点饭上可以盖吗？今天上了新品。什么新品啊，姐？毛豆薯片。哦哦。你来个鸡腿。好的。肉包肠有没有，姐？整两个，整两个。哎，整一个，整一个。哦，可以了。哦，青菜一点点就好了。菜也补充一点。好好，谢谢姐。最后配合再一瓶冰可乐，再一顿简单的。老板，超级大肉冻怎么卖呀？35一斤。这一个多少钱呀？一个有几十的，35。那我要一个。第一次看这么大的粽子，是吧？我买了5、6年了。这一个粽子里面有几片肉呀？看大小，有的10片，接3片就够了。这肉也大些，随便拿些称一有一斤肉嘛。我们头条还得把肉腌制起来。一个粽子多少颗咸蛋黄呀？7个加蛋黄，这就是七星连珠是吗？对，这种大肉粽一天能包多少个呀？一天包不太多，最多包个5、6层。这真的好大一个呀！127块10。哇，真假死了，这个是。哇！半个就有这么大，我还没吃过这么大的粽子。嗯，
咸蛋黄肉粽就是 YYDS， 里面包的肉是肥瘦相间的，这样吃起来老香了，一口下去满口的咸蛋黄还有肉，感觉它这个糯米都煮得进肉味了，特别香。你们今年端午节都是吃肉粽子还是甜粽子？好久。